爱多美维他命能量粉 Atomy Power Vita Energy。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喝的综合维他命，也就是说不喜欢吞胶囊或颗粒的就可以直接喝这个啦。夏天的饮料就是它了，营养健康的饮料，冰冰的喝也超赞的，健康又有活力的饮料，小小一包却有大大的满足。每天一杯，补充一天所需的19种必需营养素，9种水溶性维生素，包含维生素 B1、B2、B6、B12、维生素 C、烟酸、叶酸、生物素、泛酸，4种脂溶性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6种矿物质，锌、锰、硒、铭、碘、钼。维生素 D、维生素 K、锰可帮助骨骼健康，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可抗氧化，维生素 B 群、碘可增加能量及代谢，锌可免疫功能健康，维生素 A 可保护眼睛，硒可保护细胞，钼可帮助新陈代谢。一份有2包，黄色维他命包装，黄色粉末，是13种综合维他命与6种矿物质，可维持生理机能。橙色能量包装，紫色粉末，里面有瓜拿纳萃取、牛磺酸、氨基酸、咖啡因，带给身体满满活力，没有添加人工色素哦。韩国唯一新概念，采用双棒包装，能量棒加维生素棒，防止相互接触及增加稳定性。爱多美特别添加严选的辅助成分，柠檬柳橙浓缩粉、瓜拿纳萃取粉末、姜黄提取粉末、甜菜根粉末、L-精氨酸、20种蔬菜混合粉、胡萝卜、土豆、西红柿、南瓜、甜菜根、黑胡萝卜、黄瓜、芹菜、韭菜、豌豆、洋葱、红椒、甜南瓜、卷心菜、菠菜、生菜、帕斯尼、西兰花。15种谷类混合粉、糙米、大麦、全麦、黑豆、红豆、小米、高粱、燕麦、荞麦、黑麦、玉米、薏米、大豆、土豆、红薯。乳酸菌培养物、凤梨提取粉、水果混合粉、苹果、柳橙、草莓、凤梨、野樱梅、黑莓。饮用方式，根据个人喜好与200毫升的冷水混合均匀后服用。将一份维他命能量粉倒入，可以2包一起倒入，亦可分开饮用，均匀摇晃即可饮用。推荐给这些人食用，想轻松摄取维生素的人，想要为疲惫生活充电的人，因繁忙的工作和频繁的加班、聚餐等需要活力时，需要均衡营养的儿童及青少年，饮食不规律的人，不均衡的营养摄取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想拥有正常免疫功能及生物调节的人，喝这个就对了，绝对会比任何市售的手摇饮或者是便利商店贩售的维他饮还要更天然健康。爱多美维他命能量粉一盒有30包，轻松冲泡，随时随地使用方便。2023年3月7日韩国新品上市哦。爱多美是一个生活用品的网络购物平台，优良品质，平价价格。还不是爱多美会员吗？欢迎找宝贝天空办理爱多美购物会员。宝贝天空 LINE ID Baby Sky。好的，真是非常让我们期待呀、啊！我们来先看看视频。一包所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一天一杯，汲取19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是一日推荐营养成分的100%。大家好，我是孙先生，导购人是大家的维生素。我一看就可以看到我很像维生素是吧？我听说爱多美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马上要推出了，大家可能已经听说过，是随时随地易于携带、易于汲取、越喝越健康，一天一包，汲取每日需要的19种维生素和矿物质，100%都可以汲取的。那么大家在进入我们的会场的时候呢，已经看到了，或者是已经拿到了，这就是爱多美的 Power Vita Energy。
에너지입니다. 자, 박수 부탁드릴게요. 请大家给予掌声。 为我们鼓鼓掌。这里所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不是一两种，是19种，可以一包汲取一天的推荐的汲取量。每天我们会都没有一个一个去喝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这种时间。那么我们只需要这一包就可以汲取100%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我来介绍一下。 我呀，不是一般的导购人，我是营养学专业毕业的营养师，也是在保健食品领域工作6年的经验的导购人。那么作为营养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该程有关的信息。那么我来看一下一天要汲取多少的这个营养素。这个自行车呀，我们来看一下，是为了均衡的食谱而制作的。这是保健辅助部韩国营养学会发布的韩国营养 素汲取的标准，那么一天呢，韩国要吃多少的食品，要吃多少种类？那前轮是喝这个水，很重要，不必要说吧。那么后边呢，后轮我们可以看到营养素，如果呢有一个不足的话呢，就会失衡。那么骑自行车的时候失衡的话会摔倒，那么营养 素的提取不均衡，我们会患上疾病。那包括水，一天要提取6种基础食品群，要定期运动，只要这样才可以保持健康。那么，一般我们通过蔬菜和水果可以提取基础的这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一天到底要吃多少的蔬菜或者是水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请多多期待哦。 是不是大家大吃一惊呢？如果呀，大家要集齐100%的营养素的话呢，这个全都要吃。其实这是为组织以成人为标准，一天要吃500克以上的蔬菜和水果。我来装一下。 好像这个应该有百分之，这应该有500克，每天都要吃这么多，每天吃那么多，大家能吃得消吗？那只有韩国人的38%左右才会汲取充分的维生素。那么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时候呢不能100%的汲取，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汲取呢？ 我们问了一下这家公司，这里怎么会有19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呢？那么，我们只有吃了这所有的种类，才可以汲取19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可能在座的各位有很多家庭主妇吧，最近物价实在是天价呀。 我们很难买到这么多的蔬菜和水果，如果每天都这样吃的话呢，我们都会破产的。很多人都在找自己想汲取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之前销售的只有一部分，我们想全都汲取，那么其实完美的汲取适量很不容易。 我们3月7号马上要推出我们的爱多美维他，energy。那么通过一包可以汲取19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一个维生素的内容。因为现代人很忙，没时间吃饭或者是补充自己的营养，那么具体什么样的人可以吃我们的这个产品呢？首先呢，经常加班、压力太大这样的上班族啊，最好是吃我们的产品。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人给我们发的他们的故事。 女儿刚进入公司，可能适应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经常加班。我看了她呀，嘴唇都干裂了，看着她很不健康，还说要减肥，还有她慢性胃炎，她每天喝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我真的很担心她。是住在卢园区的。
某一个会员给我们发了他的故事，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子女吧，都有同感，是不是？在办公室没有不能晒太阳，然后再加上我们要加班，那么上班的时候也是大黑天，那下班的时候也是大黑天，再加上压力是万病之源，所以很多的部分会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维生素 B， 而且这种情况下就没有胃口，没有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矿物质的这个吸收量。如果周围有这样的人，请推荐一下。不要喝咖啡，不要吃加糖的饮料，不要喝汽水，喝一杯我们的 Powervita Energy， 然后加点冰块。我们的产品还有19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我们的辅助原料是红甜菜粉，也有精氨酸等等，所有的非常有利于健康的成分，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好的，我拿了一包，这黄色呢是辅助原料，是橘黄色，那黄色部分呢是主原料。那么橘黄色部分有50%的天然咖啡因，就是相当于半杯的咖啡，所以不喜欢汲取咖啡因的话呢，可以只喝这个黄色部分。那么我还推荐学习过度而疲劳导致疲劳的孩子们，我的高三孩子正在准备升考，他每天都感到很疲劳，因为他在锻炼身体，我想给他很多好吃的，他吃的不少，但是他不喜欢吃蔬菜和水果，我怕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可能汲取不足，这是现实啊，很可惜。很多青少年因为升学考试的压力然后疲劳，他们需要维生素 B 和 D， 一般都是吃肉食，或者是在外或者是吃很多这个外卖的话呢，一定要汲取充分的营养素，请不要给他们能量原料饮料，而是推荐我们的 Powervita Energy， 可以汲取19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第三呢，是我们所有父母的故事。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全身都酸痛，我们来听一下。我的母亲69岁，最近呢消化也不良，免疫力也低，吃的也很少，她吃的药越来越多了，我挺担心的。她吃的那些都是非常流行的很多保健食品，我有点不放心。其实这也是我的故事吧，也是大家的故事吧。老年人要注重自己的健康，但是很难去确保自己的健康。那根据调查结果，因为65岁以上的消化不良的老，就是中老年人，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汲取量还不到平均量，尤其是钙和维生素 A 和 C。都有50%以上都是营养不足，那在座的各位当中有6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50%以上的就是维生素 A 和 C 和钙不足，这会导致很多的疾病。如果大家不想失衡，一定要充分汲取营养素。那么各位想让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父母健康的话呢，请推荐我们的产品，拆包也非常容易，喝的时候呢更容易，而且呢，这是非常方便，泡在水里喝，这是粉末，这是新概念，这是两种。这橘黄色我刚才说了是辅助原料，这里面还含有咖啡因。这一包可以汲取很多的营养素，这是分为两个，大家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成分。那么中间呢，把手指用指甲这样拆的话，就可以拆为两个。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我还是推荐。
同时吃两个，就像吃零食、喝咖啡一样。如果想多吃一些这个维生素 C， 比如说 多想汲取那个维生素 C 和 B， 就是最近流行那种大剂量的疗法，大家都听说过吧？我们有 beta carotene 维生素 C 和 beta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然后再加上这个，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我在准备这个产品的时候，有很多人在问我。我知道维生素很好，但是能不能给我介绍的更加简单的介绍给我们呢？我用汽车来做比喻，那么比如说大家自己是一辆车，各不同的车，小车大车都有，有轿车呀，说大巴呀等等，反正开车的话我们需要燃料燃气，是不是？那么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把这些变为燃料的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维生素 C， 就是抗疲劳维生素，叫做维生素 B， 可以抗疲劳的，就是让我们消除我们的疲劳。那么去加油站加油就等于吃维生素 B， 那么汽车没有燃料就不能开。如果我们吃再多的产品我们不能汲取的话嘛，我们就不能做代谢，我们不能使用这些产品这些食品，所以呢一定要汲取维生素 B。经常加班的上班族，或者是去运动的人，或者是准备升学的子女，都要吃维生素 C、B。那么接下来是抗氧化维生素 A、C、E， 就是减少细胞的磨损，就是很像就是引擎油。现代人总是会暴露在有害 氧气，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我们车轮没有气的话就不能往前滚，那么这个车轮就是维生素 D， 它会帮助我们汲取钙。如果维生素没有 D， 就是不能晒太阳的话呢，我们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大家不喜欢运动啊，或者是喜欢吃肉，有很多压力，不去晒太阳的人，我们推荐大家汲取维生素 D。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呢，很方便的汲取所需要的维生素 D。我们的 Power Vita Energy 这一包呢，可以促大家的抗氧化功作用，然后让大家的骨关节变得更加健康，再加上能量和促进大家的血液循环和代谢，也提高增强大家的免疫力。比如说我是充满活力，我是不是充满活力呀？那周围的人也会感到非常充满活力。所以呢，希望大家喝一包我们的爱多美的 Power Vita Energy， 让自己的伙伴、家人、亲朋好友充满活力。十九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包就可以汲取，这价格很惊人，30包，一个月可以喝32800，是不是太便宜了？大家给予掌声。这么便宜，可能大家觉得啊，这是便宜的吗？一天一包才1000多韩币，那1000块我们可以买什么？我们可以买塑料袋一个。那我们去咖啡厅，一杯咖啡的话呢是5000-6000，那么喝一顿吃一顿饭也是10000多。那么我们不要喝咖啡，不要喝加糖的饮料，推荐大家喝一杯爱多美的 Power Vita Energy， 才1000多块钱，请不要忘了，大家不要忘了，我一直在推荐。这不是一般的能量饮料或者健康饮料，是得到食药厅饮料的健康保健食品。那我告诉大家 PV， 大家一听到 PV 会大吃一惊。那么 PV 是50%，是16000 PV。为什么不没有掌声呢？啊，有的，谢谢。我们真的我们开发这产品的时候真的下了不少功夫，请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产品，为了我的周围，为了我自己，不要忘了3月7号我们通过。为什么是3月7号呢？
因为一年的开始，刚开始是新年，然后是春节，然后我们又说是三月是一年的开始，因为是春天嘛，所以我们3月7号通过直播秀。那么我们会在当时购买的话呢，我们会送给大家这个小水瓶，是200毫升的，因为200毫升放一包就可以了。那么一听到这个产品会想到活力，那么听到活力会想到谁呢？我们有请今天的特别的贵宾是谁呢？有请五级代表。好的，大家好。我太充满活力了，所以我跑过来了。一看到您，我也都觉得充满活力。我好久不见，我感觉前两天好像看过你啊。去年我们成功学院的时候也见面了，那么好长时间都没有见到他了。他是最喜欢我们产品的人了。我拿到这个产品之后，我放了这里边，我吃了之后，哇，真是太好吃了。我觉得味道最重要，因为这太好吃了。这两个星期我吃的很多，我每天都带着。你累吗？你喝吧，我到处去推荐。我上班的时候，因为我每天去锻炼身体嘛，我每天带的水，这是500毫升，但500毫升干喝的话不想喝，那有时候我喝两瓶、三瓶都在喝。真的这个。太好喝了，都说这个味道也挺好的。那么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到了下午有点困了？因为人太多了，这边我们一直在呼吸呀、啊，二氧化碳太多了。那么现在大家有点感到疲劳的话呢，我们进入的时候没都拿到我们的深层水和这个产品吗？先停住。我现在给大家看看到底怎么吃，我给大家介绍吃法，颜色特别好看，就像我的衣服一样。这里面用手指指甲这样往上，然后又往下，这一滑就可以拆成两包。那么我们在直播秀会送给大家200毫升的这个产品。那么一放入水里面，就会一下子就会融化，看着都非常好看。19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在这个黄色包里，很好看，大家看看。我晃都没有晃，摇都没有摇，然后这是我们选择的很多辅助原料，大家看看这颜色多好看。那现在我们可以摇摇晃晃，摇晃着晃着，可能下面有一些沉积的部分，然后呢吃喝的时候多晃一晃。我喝一下，我尝一尝。好的。我再喝一口。哇，我怕你的衣服都变成黄色了，衬衫有没有变黄了呢？真是充满活力呀、啊！那么你有你的小贴士吗？你想推荐给我吗？我性格有点急，所以呢，我也经常喝水。我是放在500毫升的这，我先喝一点水。喝一杯水之后，然后折一半，然后呢，一下就可以打开两包。因为这个瓶颈有点窄，就这样。就是开车的时候把这瓶放在我旁边，这是500毫升，要放两包。你在做 mega dose 是吧？就是大剂量服用。
기분이되게좋아요이포가만졌을때기분이되게좋더라고요카페갈필요없겠죠没必要去咖啡了是不是一般都是我开车嘛车是摇摇晃晃的就没必要用我亲自去摇摇晃晃的会变成这个深橘黄色然后呢我们喝喝什么味道特别好喝太爽口了就是像喝水一样从头到尾全都是爱多美我们一起听一下我们的 Power Beta Energy 的歌曲我们都在都有吧我们都换一换我已经放了两个边听音乐边晃太好喝了我想 一整天都在喝十九种维生素和多种辅助原料换好了吗很多人都已经喝完了是不是太好喝了呢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摇一摇全家人 都可以喝三月七号不要忘了好像绝大多数都已经喝好了大家怎么样现在是不是非常有 力气了呢好的由我们的代表让我们看看 Power Beta Energy 的舞蹈就是听了那曲歌之后我自己编了一个舞蹈是我自己编的我给大家跳给大家看看叫做 Puppy Dance 准备好了吗전에활력채움딱맞춰골라낸13가지비타민과6가지미네랄을더한1일기초영양소듀얼스틱하나로간편하게하루한잔활력있는하루를채우는방법애터미파워비타에너지1일영양소밸런스어떻게관리하고있나요당신의밸런스있는하루를위한올인원맞춤설계딱맞춰골라낸13가지비타민과6가지미네랄을더해듀얼스틱한포로채우는1일기초영양소간편하게하루한잔으로균형있는하루를시작하세요애터미파워비타에너지